那包包里面为什么会这么多钱？就是这个老金温拢先收起来。本所严谨日前巡逻勤务，巡迁到某超商，见到一名男子手拿多张提款卡在 ATM 前提领现金。经警盘查，男子无法交代清楚金钱的来源，严谨因此呼叫支援警力到场协助。警方比对相关资料，发现提款卡内之金钱确实有诈骗被害人所汇进的赃款，最终警方将提款男子以在外面等候另一名同伙嫌犯一网打尽，并取出149万赃款、15张提款卡、5只手机、一枚印章等证物，全案依诈欺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绝对不可以贪图蛇头小利而贩卖金融提款卡及存折。你那边啊？到底好不好？前面置物箱里面。